这一次我们六七天，这个雪里面、冰里面走的呢，有些马牛过不去，我们擦上点土啊、有些地方挖上都涂完了以后走呢。大概170多公里路走呢，小程序也大程序，加起来都40000多坨，中间嘛这个沟可以都喝呢，还好几个河吧有呢。